新事物，新事物，泰國曼谷又有新事物。儘管現時泰國嘅政局咧可能仲未係好明朗，但係咧木馬也要繼續轉圈，大家都要如常生活嘅。咁於是一啲新嘅事情依然發生，裡面依然係可以見到泰國人嘅微笑同歡笑。場內將有八個地帶，最後兩個地帶是為小朋友而設的。入場之際就借你一個電筒，等你 interactive 玩一些東西。舉例，喂，哇，喂，哎呀，老虎你走啊，走啊，老虎，上邊，哎 ，hi， 哎呀，消失了添，啊，貓頭鷹啊。嗰邊都係喎，都係 interactive， 等小朋友同一家大細嚟咧，都可以玩得好開心。雖然玩啲係小朋友地帶，但一眾年輕人都玩得好開心喎！玩咩？又就畫公仔啦，畫咗公仔，跟住咧啊畫飛船，飛船咧就喺嗰個牆上邊出現，好似呢個咁樣啊，畫咗唔同嘅太空船啊，又可以喺上邊出現。再唔係咧，玩下波波池都得，玩波波池唔再係小朋友嘅專利啊，小朋友、年輕人、大朋友都可以掟波波啊！
翻杯嘢先，哇，都相當精巧啊！張圖都有投影嘅，認真深思盡路啊！嗱，其實咧，今天咧正正啊，係呢個10月28日啊，10月28日，亦都係呢一個event 嘅第一天啊！據稱咧會為期兩年喎，於是乎你出年又好，後年又好，到時應該冇 COVID-19 啦啩，咁你大家嚟泰國玩咧都可以嚟呢度欣賞啊！咁呢度嘅入場費咧，大人咧就每位就350匹嘅，咁兼且每3個月咧就變一變啲內容喎，你下次嚟睇嘅時候咧，可能又唔係呢啲嘅景象啦，都真係幾好睇喎都啊！其實合指一算咧，泰國曼谷咧都曾經有好幾個地方有類似嘅玩意啊咁，但係講到最大型同埋聲稱係全南亞區最大陣容咧，都可以話係呢一個啦。咁兼且咧，入場費咧都算係 OK 嘅。如果講係350匹一位咁，你入到嚟影相咧，分分鐘2個鐘頭都走唔甩噶啦咁。咁最緊要提下大家嚟呢啲地方咧，一定要白馬王子、白雪公主咁去打扮，白衫白褲啊，否則的話係著啲花色嘅衫啊，咁樣啲投影影落去咧就唔好睇噶啦。